大家好，费叔叔想看我长得做多角面，那个接着做嘴哈，我也是头次做，大家看做的对不对？这是些豆腐干，那先把它切成小块，有着土豆，豆卷，然后就是个洋葱葱碎，就是用这几样料。这把豆卷也切成小块。我看一香就是来的啊。还是爸爸的流水。接着多一道些油，这油热的，这碎洋葱葱放进去。看锅里这材料都炸黏黏的，然后拿花椒放进去，这菜也炸干了，花椒也炸香了，把这捞吃了。豆腐干倒进去，豆腐干炸的发黄，把配菜放进去，豆子、土豆，菜的水分炒干后，把剁椒放进去，煮的时候一定要一直都用小火，给里面再加些生抽。看咋样，看这美黑，你爸一顿都能吃两碗饭。拉黑。这七千拉面都醒好了。点面灯点一下。边边铺中间红。筷子用中间捏一下，用中间一撕，我可爱哟。三煎后给你们下青菜，哎呦，关系都好吃，嘿嘿。我娃可叫唤，你把多咬一下。老于，啊，赶紧，这个是你的最爱，啊，羊角面，好，剁椒面，哎，剁椒，剁椒面，我爸最爱，对，你爸爱吃吗？我爱吃了，啊，好。我给你爸的要了三学学，我给我要哈。对，我爸我有食欲的很。那就该吃了。那个给大家定分享另一个视频，不一样，每天都不一样。每天咱吃的也不一样。对。人家说，哎，你家的伙食好好啊。实际上菜的都是家常便饭，又不是大鱼大肉。嗯嗯，来，嗯，你不要看那条面美得很。